来吧，小螺丝，再让你自己拿吧。老板，你这个耳环真好看。好看吗？什么时候有货呀？这个呀，就要等等喽。好吧。好了呀，好了呀，走了。好。小妹店营业中。我也不乱搞，我也不乱花钱啊！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我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啊！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你还在这委屈不行了呢？是的，你在所有人眼里就是一个好人，就是打的灯笼都难找的好老公，所以但凡咱俩发生点矛盾，大家伙都会觉得是我的错，是我没事找事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不行了吗？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